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艾莉啊，对，最近别人对我呢倒不用哈，公司下班的代志，你嘛爱替我呢。详细的注意哈，我尽量。文章啊，你唔是有啥物代志要我讲？这一关讲冇紧，其他我再偷偷看。嗯，哎，对。嗯，啊，咱公司哦，二十部公司也阁有酒店啦。嗯，要刷几啊张哦，拢无问题啦。等到有一个投资的建议，希望你能考虑看卖啊。啥物款的建议？你讲来听看卖。听讲朋友那边哦要开放观光赌场啦，有真侪大公司拢已经去遐有动作啊，而且国外嘛真侪公司开始在买地啊，那边的土地今嘛想要起到三倍，啊咱公司若想要转行，一定要趁这个机会，若想过晚，到时阵来看人趁钱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啊咱就请教一下哦，你现在有啥物较详细计划？对。这个风声已经二十几年啊，是到最近才真正有大财团去内面插旗啊。这表示这个风声是真的。咱若是要开度假饭店，还是卡西诺，这个风险伤过大，爱投入真侪钱啊。啊，大你本身在马道公司在做秀、当店，这关系拢伫咧，咱拄好当好好利用。佮加上大，你有酒店、财务公司伫咧，这拄好好是观光赌场的周边产业。咱若是安装包起来，是够大。伊就真正是一个大企业家。看得出来，这个计划你想真久啊吼。对，你受伤这段时间哦，我想真多啦。参像你这样粗勇的人在受伤啊，安怎过来？我不过一个小卒啦，随时都有可能是伫路边啊。我当初想要对待的。总了想要赚钱，啊，即马既然有赚钱的机会，我当然想要好好把握。这若对大有保障，对我来讲嘛好处伫咧啊。所以啦，古港，我甲明聪也咧讲，真正袂歹呢。假使你也真正安尼做，那恁你就有机会连票白变做企业家。恁讲的拢无唔对，不过这个骗我。开这个观光赌场这件代志哦，加拉听单瑞讲，唔捌看伊落大雨，任何人拢无法度确定。要唔过呢，会使先照平常所讲先去经营，咱会使先来开一个国际娱乐公司，或者码头啊、灯店啊，你咧搞搞个代志哦，你会使先去联络。好，我先马上去经营，只要你有问题。我随时甲大家联络。是讲有一个代志哦，我咧感觉讲啊，嘛是慎重考虑呢。亲像你安尼少年，一时要叫你拍啊侪需要，你敢有法度？嗯，我话归去安尼啦。OK， 你去甲你斗三工，啊，唯一的吼，你嘛真侪代志嘛较袂落搞去，你看啥款？对。哎，杜处长哦，也需要客人照顾你啦。我看是蛮麻烦你啦。时间那些问题，我就看伊意见啦。哦。嗯，我可不是安尼啦。你要照我意思去做，我客人起来斗三工，安尼我才放心。嗯，好啦，大爷，你既然安尼讲，就照你意思啦。时间哦，这个麻烦客人。好，明早你决定吼，安尼无闲做你。而且资料我偷偷看。对，那我来去啊。有讲诶。我感觉明聪这个计划未歹，风险低，利润高，咱真正用试看卖呢。既然恁拢感觉会用做，安尼就好好去做。有你甲明聪定个调，我才会放心。我无迄个才调啦，搁再讲明聪，伊对你真失重，应该无需要我出面啦。
艾莉啊，人咧讲人心地来啊，我无法度保证讲这个民众永远对我真失望。所以我叫这个民众叫这个高峰解决单调，主要就是要伊派一个人命，安尼我就有一个掌头在个手的，唔得我都甲民众当作是家己的。即马这个民众唱我八回，我相信讲，即马暂时唔甲阮陪我，伊嘛不会来打。也不过以后大会真歹讲啊，我绝对袂用有死甲吵。凯莉，你就是我的 SPA， 无论如何替我甲民众顶了掉啊。我知影，不过诶，你规工拢无食物件，不都应该最枵的啊？我去外口买物件，你知好无？我来啊。你对这个吴刚讲意见，我感觉足好诶。你若真正来做，一定真有发展。那咧以后，你都有进通头路用做啊。你跟我先做，不要讲大讲这个计划。想要回头行正道？不是，因为我无想看到你甲吴刚大伫咧暧昧。一定不管啥物原因，你只要照计划来做，对咱大家拢好。明秋，我问你，吴刚叫你把家婚做掉，你敢真正有照伊意思去做？吴刚在叫你问。当然嘛，不是，我是咧烦恼你。万一你真正安尼做，你永远都无法度回头安尼。我若是不做吴刚大诶，今仔死诶人可能是我。我知影。所以我并不怪你啊，不过勉强，万一你真正歹一条人命，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。不过我希望你家己用较细腻咧，千万莫有吴刚的用这个把柄把你控制掉。你不是讲要跟我找我哩？我代志你莫管啊，你只要好好关心吴刚就好，我无甲你计较死。问迄贷款的代志，你放心啦，资料我拢看过啊，应该是无问题。即马就等证明批落来啊。多谢你呢，连我介绍来的客户，你拢这么认真的处理，我一定要请你吃饭，好好甲你说多谢。你唔免这么客气，是你介绍客户我，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。甲你讲算笑的啦，其实哦，要请你吃饭的人不是我，是阮爸爸。恁爸？我跟恁爸家在恁公司见过一次面，伊想要请我吃饭。就这次，我爸爸回来台湾，主要是想要在平湖设立观光赌场。伊知你是银行乡里，所以哦有真多贷款的代志想要请教你。安尼哦，既然是阿伯有问题要问我，我当然是无问题啦。啊，不过下班的时间我会赶去接弟弟，所以中途较方便啊。这你放心啦。我已经替你想好势啊！我会跟爸爸约中昼，看你倒一天较方便，我跟爸爸拢会当配合你。今日今仔就过来啊，我都约今仔日啦。好啊，
我即马先去订餐厅，中岛过来接你。唔免啊，我家己去就好啊。看你决定伫倒位啊，即打电话我。好啊，那无待会见。拜拜。 小姐姐啦，丽芬应该睡觉。你不是讲这个林小姐这个运动上班啊？怎讲中途是出无闲？谁话我要暗时？哦，啊对，丽芬伊暗时定定爱加班啦，无哦都是等于厝的看爸爸妈妈，我唔知还要中途。听你安尼讲，这个林小姐能力真好，对四大人嘛真有啊，人阁洗了水哦。 看起来嘛足温柔的，像你好的查某囡仔，你也较认真去录啦。歹势，麻烦红两杯咖啡。爸，等一下丽芬来吼，你是千万唔通讲一句话无的，伊会歹势。小姐，就免接，谢谢。来啊，丽芬。 阿伯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等等下啦。大侠，歹势啦，你敢有带钱过？无，我嘛拄到位。诶，林小姐啊，听大伟讲你真有才情哦，才做无偌久尔，就先过来做乡里啊。阿伯，你叫我离婚的应该啊，其实是我较好运啊，我拄着好的主管愿意甲我斗开心，我才用这尼尽心起来。 这应该是你谦虚啊！你若是无迄个能力咯，你的主管哪会甲你牵线？对，对啦。啊，你厝里还阁有啥物人？你是咧做啥物工课？刘承志，谢谢。我毋是咧胡搞调查哦，我是感觉好奇啦。我毋知你的爸母是做啥物事业。 会当教出你这款有才情、更有气质的查某囡。阿伯，是你唔甘嫌呐？其实我的家庭真普通啊，阮爸爸是退休的小学校长。哦，不怪哦，你遐尼有气质啊，而且嘛真有教养，安尼真好，真好。爸。 啊，林小姐，恁何文大伟实在外久啊，文大伟哦，不是我咧保养，伊即个倒来台湾创业，完全是靠伊家己力量咧，无甲我摕到百姓啊。我看到伊有一款成绩哦，我嘛真欢喜。是啦，大伟真正足无简单呢，遮尔少年哦，就家己做头家啊。你也袂歹啊，但我看起来哦。 你甲大卫两个人真正是真输配。若讲着出身背景，恁老算讲是书香世家的，啊，阿伯呢是做霓虹灯的啦，吼，伫咧拉斯维加斯所有的卡西诺的霓虹灯，差不多有90%拢是我做的。当然啦，我阁有投资其他的事业，啊。 这届我转来台湾的，我是要来投资这个博弈事业。哦，阿伯，你也比我大汉哩侪年啊，拢无转来台湾。这届这个事业哦，也会当贡献。我是感觉讲，对台湾的经济啦，对这个社会啊，算讲是有淡薄仔贡献。到时哦，大伟都要做无用啊，因为伊是我唯一的接班人。
拍一下球，连甲咱好好拍一下球，我好好甲伊请教一下。好。文达，无你先入去啦，我看一个老兵，我过去甲伊拍一下招呼，我随过来。好。先安尼啦。好。廖文，唔准惊你，这么拄好，直接撞到你。请问这位是？这位是爸爸。爸，这位是天龙生技的裴总经理。我的小贝啊，小贝你好。你好，啊，恁两个发展了袂歹嘛？陈总经理，你甲弟弟到底要安怎？你倒来靠男性哟。大伟啊，这个弟弟是啥物人啊？陈总经理，我即摆要食饭啊。你若是无代志，请你离开。我确实是真无用的，但我一句话我来讲个清楚。你甲丽文，假使若是算算者，则无意见。但我希望你莫交惹到伊个囡仔。一个话，你认为弟弟在你个身躯边伤过顶的，假使若是安尼，你弟弟好啊。李先生，既然丽芬已经跟你离婚了，丽芬要交什么款朋友，要安怎安排伊家己的时间，跟你拢无关系。你雄雄走来讲这的话，可能让人感觉讲，你这个情人哦，真无风度呢。阿伯，我只是你见过你的后生，卡准也是无才调，都莫替人饲囝。假使大伟愿意替你照顾这个囡仔，愿意替你担起来做老爸的责任，你就应该感谢大伟才对呢。哪个好意思徛伫这呢？讲这有诶无诶？啊？无怪丽芬要甲你离婚啊！那我看，你根本都无资格做人的翁婿甲老爸。随在恁啊，我边头甲恁讲。太谢啦，因为我的叔叔影响到你食饭的气氛。哎，别紧啦，这也不是你的不对嘛，吼。我看以后啊，还是较卖在外口见面啦。那有公司，伫咧办公室讲讲也都好，安尼较袂互人误会啦。我咧讲对，林小姐。是啊，阿伯，你讲得真对。哦，对，我煞袂记啦，我有一个代志要办，无安尼啦，啊，恁大家吃啦，哈，大伟啊，伊暗较早回来哦，我有代志要来参详，啊。把独家讲的话，你是莫藏在心内。丽芬，丽芬，笨蛋，啊，既然你跟阮丈人爸遐尼熟，我想讲哦，你就阁给我一摆机会。这跳出来拍手，你若是无满意，这样阁参详的。这。大家好。你这嘛是咧创啥？我这嘛咧叫你讲生理咧，你出去啊无？啊，无叫人甲你呼出去哦。你头拄仔就已经当场给我歹看，我敢有需要留面子给你？咱这嘛就甲话讲好清楚。阿
当时是歹势啦，啊，我一寡代志哦，我先处理一下，无你先回去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好，安尼我就先去陪啊。歹势啊，这个。歹势，苏佳。咱都已经离婚啦，你啥那是唔肯帮我耍？连我甲冰儿食饭，你嘛要走来乱？你这嘛是你讲啥？这是你逼我的，是你先让黄大伟甲林文杰去抢我的生意的，啊，若无我怎会这么无聊呢？阿哥，你这嘛是找了我的囡仔，在外口找新的对象，所以这个对象是啥？我当然嘛要少关心一下。我甲大伟只是普通的朋友，你啥人硬要甲我两个人牵做伙？要给抢你的客户，那是事实，我承认。啊，不过那个大伟一点仔关系都无，你莫牵拖别人好不？你莫讲硬哦，阿伯。你拢已经见过黄大伟爸爸了，讲你两个是普通朋友，谁会相信？无唔对啦，即摆咱两个是离婚，所以你要甲谁交往，我是无在了管。不过你有囡仔这件代志，你就千万唔通硬骗。我要安怎做，那是我的自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哪会甲无关系？囡仔是我的。你甲三公，这是关系到我囡仔的未来，我当然嘛要少关心者。你若要找一个伴，嘛要找一个较有伴的啦。就种无才调，敢若会晓利用文杰来抢我生意啊？我看你还是两三个找找，啊，若无死到弟弟大汉受到伊的影响，我也到时捡家己。大伟到底什么所在得罪着你？你谁那一直讲话讲不了？好啊，离婚，煞煞去啦，随在伊去讲啦，啊，无需要伫遐甲伊遐坐。这么想怎啊？你做才心虚啊！恁两个人出事就是几下摆，我已经拢有看到。无你家己我答应签字离婚进程，恁两个早就偷来暗去啊！啊，若无你哪可能连一杠银的赡养费都袂摕，你就答应要跟我离婚？黑建宏，你若讲不了离婚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啊，你今嘛总算跳出来要替伊讲话哦，想歹哪啦？你去边哪了？你臭不臭？你让我袂怕人啊！假使这真心多多好啊！朋友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你敢不了离婚，我看到你一摆就拍一摆。离婚，行。离婚，真歹势。若不是伊愈讲愈超过吼，我嘛袂出手甲拍。虽然讲拍人是唔对的，啊，不过头拄看到你咧驾驶皮件吼，我忽然感觉我心肝头一口放开，做一个总头啊，心情变甲加足轻松的。会当替你出一口气吼，安尼就好啦。较早我甲裴建宏做伙的时阵，大家若拄着困难，拢是我在替伊想过。想袂到，咱才实在无偌久，你竟然无顾着别人的眼光，跳出来替我赞声，甚至阁为着我出手去拍人，真正就是感谢你。哼，这也无啥，伊安尼不料你吼，只要是查甫人，拢会跳出来替你出一口气。而且哦，伊嘛不料我。我若无出去甲驾驶者吼，伊真正会当作是非黑白拢随在伊讲。哎，你的手受伤啊是？有严重无？歹势啊，因为我害你受伤，搁害你去予恁爸误会。你回去哦，一定要甲恁爸好好解释一下哦。其实爸爸并无误会啊，我不需要甲伊解释啊。啊，不过伊拄则误会讲我是你的女朋友啊。离婚，其实我今日约你出来，就是希望洪爸爸对你有进一步的了解。我嘛想要你知影我的个性甲我的家庭背景，安尼咱大家哦，才会当进一步交往。你是咧讲啥？我听无呢。我这个人哦，讲话较含慢，嘛袂晓表达家己的感情。其实。我一直真欣赏你，就亲像拄只，我完全无考虑，我一拳哦，就对平江宏的面拍落去。迄个时阵，我家己嘛惊一下。我咧想，若毋是因为介意你，我绝对袂这么激动。这是我这世人头一摆
为着一个人做出这么冲动的代志。我知影雄雄甲你讲这哦、個，你可能一时无法度接受啦。也毋过我是希望你当考虑一下，给我一个机会，甲你交往，好不好？歹势啊，我无心理准备，今日阁给我一寡时间考虑。啊，你唔免即马就回答我啦，你当回去偷偷想看卖。时间无早，我送你回去上班。唔免啊，我想要散步，用行回去啊。那无，我陪你做伙行。来来来，来坐坐嘞。爸，我知影你想要跟我讲离婚的代志。我唔知影你头壳咧想啥呢？啊，正经我咧侮辱伊的时阵，你哪唔先跟我讲你捌离过婚，搁有囡仔的代志？啊，我搁想要甲你两个人干做伙咧。这间若唔是拄到因真翁啊？把过去的代志拢乌乌出来，你安心要骗我偌久啊？爸，我唔是挑工要污蔑你，我是感觉这代志也无重要啊，无啥物通我讲的。啊，啥物无重要？你若要甲伊做伙哦，我绝对主动到底啦。就算讲你想要主动，我嘛袂改变我的心意。我已经决定要追求离婚。你是在讲啥？你不是跟我讲，你甲伊是普通朋友尔？无唔对，迄时阵我阁无清楚家己的心意。也毋过今仔日我陪离婚去找伊的情感理论，我才知影我是真正介意。我甚至为了伊出手拍伊的情感。你真正有够戆直的啦！哦，我警告你哦，我绝对无允准你娶一个离过婚阁有囡仔的查某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是还没开始跟人交往，赶紧即马就打桩啊！爸，上班啊！我已经向丽文表明我对伊的心意。哎，这种代志你怎袂想得清楚才阁讲的？是安怎变安尼啊冲动？爸，我唔是冲动，我对丽文嘛唔是一见钟情，我介意。是伫咧进接公司这段时间，才偷偷对伊有好感。爸，一开始你对伊印象嘛是袂歹啊，这就表示讲伊真正是一个理想的对象。你袂当因为顶一段婚姻嫁唔着人，你就讲伊唔好。大伟啊，我唔是讲离过婚有囡仔无好啊，我家己捌受过一届教训啊，我是无希望看到你阁犯到我过去同款的错误。你家己嘛有看嘛？我甲恁阿爷婚姻即马变成啥款？敢讲你拢袂惊？爸，这根本就是两回事。拢同款啦，哦，因前翁啥物款人你嘛有看？我未开始正式交往咧，你著替伊出头去拍人。以后若真正做伙啊，麻烦毋是搁较多？迄代志哦，歹解决。你无代无志，夜底计要创啥啊？你会当去交一个较单纯的查某囡仔嘛？你何必去惹这麻烦呢？到时你后悔都袂赴啦。爸，我袂后悔。阿辉弟啊，你即马回头家拢是林丽云啊？我安那讲，你拢听袂入耳啦。我讲，我就是反对，吼！你若要找对象，爸爸替你找。爸，哇好，好，这个代志到这为止，莫讲。你坐咧，你坐咧啦。我跟你讲啊，
咱即把所有的精神哦，莫扛着博弈事业这件代志哦，出来你拢莫去想啊。爸，你的意思是要甲丢笔交定的工课交我？无唔对啊，我的事业唔交乎你，是要交乎啥？袂用的啦，我家己的公司遐尼无用，根本就不可能两边走。你迄个细间公司，迄是乎你先出来磨练一下。啊，即摆证明已经表现了真好啊，迄间公司赶紧收起来，吼，转来甲我斗三工。爸，你莫甲我讲生笑好不？我是无可能放弃我家己一手创立起来公司。我再讲，我对博弈事业一点仔兴趣都无。啊，你讲来讲去，你就是感觉讲佳慧较适合就对了。当然啦、啊，以前伫美国的时阵，拢是佳慧在甲你斗三工，当然是佳慧较适合。伊吼做小肉鸡还阁用的啦，若要经营事业，伊无迄个才调。大伟啊，爸爸是希望一届吼，咱两个人做伙来做，哪会当找着金主来投资？这个代志马上就会当证明啊！爸，到。爸，我拄则刚刚听到。恁在讨论博弈事业的代志是无？我有去探听消息啦，看这个法案什么时阵会通过。若通过了后，就要抢标，只够我会尽全力来斗三工。哦，无啦，我即届回来哦，我先考察一下，哦，啊，四界行行看看咧，听一寡意见啦，要做唔做都还袂决定啊，免遐着急。对啦，佳慧啊。你妈明仔载要回来啊，莫阁四界拍拍走啊！若让伊知影哦，阁怪阮无甲你管好啊！我知啦。对了，佳慧，阿姨是明仔载下晡飞机到台湾，你敢要去接？还是我去？我去就好。好啦，随在你啦吼，飞机到你家己较注意咧啊。大伟啊！拄则甲你讲的话哦，拢是为着你哦，啊！你爱听爸爸的话，你才袂后悔，啊！我出来先。哥，阿爸拄则是讲什么代志啊？无代志啦。今日要应酬，奈到今嘛还袂转来。哎，阿姐，你袂困哦？嗯，你还袂转来，我哪有可能困得去？哦，我想洗身躯吼。哎，邓姐，你平常安怎？你哪会受伤？无啦，哪有？佮讲无，都一个乌青呢。你讲啦，到底发生甚物代志？无啦，无代志啦。讲出来，惊你胡白乱想。你唔讲，我才会胡白想啊。无啦，那就今日俱乐部啦。我了一个客户，也讲代志啊，啊叫我斟着林丽芬，啊甲黄大伟。哪个是因啊？刚是黄大伟出去甲你拍。是啊。啊，你是去抓因哦？无啦。那时阵我落我客户斗阵啊，林丽芬就使咱黄大伟啊，走来找我麻烦。我一开始我是忍气吞声，无想要插伊啦。啊，结果黄大伟拢出手拍人。啊，那时阵啊，因为客户在边啊啦，我嘛无方便出手，我就点点好拍。你今仔真超过，顶届哦，迎娶咱的客户，咱老爸找伊算账呢，只怪伊搁出手拍你。明啊，这口气哦，我吞袂落。我一定要替你偷偷回来，我要告伊伤害。阿姐，我无法刷刷去啊，这个生活衰啦。袂用啊，阿庆吼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袂无代无志欺负别人，啊，不过这届伊了着咱嘞。就算讲无去甲因告，
啊，不过我嘛会想办法讨倒转来，我要让所有人知影，咱阿婆唔是这样好欺负的。是讲哦，这个黄大为嘛跟咱唔是真好对付的。你来变个这样无志气啊？你放心啦，你即马开始，我尽全力支持你伫事业上，甲黄大伟拼输赢。所以以后我若是对付黄大伟，妈你别怪我讲是你家里来错。当然嘛袂，即马人哦都已经爬去咱头壳顶啊，我哪有可能甲你变故相？好啦，你先洗身躯，我去提药。多谢你这么听话。阿公阿婆本来就是爱讲心嘛，卖讲这啦。嗯，谢谢师傅。十多年啊，想要跟我再回来，不过这所有一切，跟以前拢无同款啦。时间真正会当改变真多代志。妈咪啊，啊你哪会一路拢无讲话，是咧想啥？无啦，啊都离开这多年啊。现在爸爸的名字我怎么会忘记了？那也不简单，我等你哦，才去洗洗，你真应就熟了。不用啦，你去买你的，你直接送我去饭店就好啊。你要去住饭店哦？啊，不过，阁应该你的房间准备好势啊呢？不用啦，啊，恁爸爸就住你遐，我来住饭店就好啊。啊，若是有代志，大家再见面，安尼较亲心啦。我知影你是无想要甲爸吼，大家安尼相对上，啊，不过一届，你敢会委屈人家，心都还够硬无？无你即卖是安那？是啥物时阵变甲遐尔热心嘛？还是你想要开家庭聚会啊？安尼嘛是用的啊，啊至少我逐天想要看你嘛较方便嘛。你若有话就直接讲啦，莫搁在遐找借口啦。讲，即摆有啥物代志，我替你问下。阿是妈咪较了解我。啊，恁若是吼做事业、食头路，遐尔认真就好啊，就免咱逐工互恁爸爸安尼细细了。讲啦，即摆是啥物代志？妈咪，你敢有听讲，爸伊即回转来是想要？投资博弈的事业、啊，我想听到这个风声啦。安怎？你有兴趣吗？我是想要请妈哦，甲爸讲一下，我去看卖。好啦，我先买送我去饭店，直接去大卫家。Thank you, mommy.这个人哦，讲话较含慢，嘛不要表达家己的感情。其实我一直真欣赏你。我知影雄雄甲你讲这哦，你可能一时无法度接受啦。也毋过我是希望你当考虑一下，给我一个机会，甲你交往好不好？这个，甲你寄着。袂啦，啊，恁朋友的贷款一礼拜来就应该来啊。我来唔是要问这个啦。迄天我甲你讲，我想要甲你交往，
我是认真的，请你考虑看卖。歹势啊，我无心理准备。哦，你即马开始准备，还阁会赴啊？丽芬，你敢会讨厌我？袂啊，哪会？那你是安怎？你白给我一个机会。我即马有真侪现实的问题要考虑啊。丽芬，我承认啦。在我知影你有囡仔时阵，我心内真纠结。要唔讲哦，我即马想清楚啦，介意一个人就应该接受伊的一切。有囡仔毋是你的问题，即马唯一的问题是，你是毋是嘛对我有好感，愿意甲我交往？这段时间我看到你真昂对你的无情，看到你对囡仔这么无条件的付出，我感觉真不甘，想要好好保护你。大伟，即马是毋是要跟你交往，毋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。迄天恁爸虽然讲话无讲甲真明，啊，不过我听得出来，伊无希望你阁跟我来往啊。这你放心啦，阮爸爸迄边哦，我会去说服伊。你可能会以为讲我想得伤济。啊，不过我结过一次婚，我真清楚顶一辈的观念，何时坐压力有偌重。我嘛真清楚做一个新妇，若是无法度让大家看满意，伊的日子会过得偌痛苦。而且我嘛无希望你跟恁爸因为我这个外人起什么冲突。你讲的我拢知影，我希望你唔通还未开始就要放弃。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是的啦，我即马心情真乱，咱应该少做朋友啊，啊，其他的以后再讲啦。好啊，这就表示讲吼，我也是有机会嘛。我希望以后吼，你看到我，我感觉真难受，你把我当作是会当讲真心话的好朋友。我咪用我崇拜的心意来证明我会当给你幸福。来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。